最後な。早餐啊，全是碳水。这个看着还不错，可以吃起来。但是我最喜欢吃这个苹果肉桂的。我实在没忍住，边化妆啊。这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。也叫凉粉吧，好好吃哦！给你们看看，这是我最爱吃的桂花小圆子，还有炸鸡，两个味道，一个孜然的味道，一个是甘梅的味道，就是甘梅的味道，嗯，好吃、啊。方便，楼下全是吃的，一水儿的吃的。